那么这个如果不对，就体现在你不取静，就不对静转，就说你不认为这个动静，这个静相，这个静说我静了就是定，不是这样，就说这个静相跟动相两个都不着，这就叫如如不动。哎，甚至你再往后，你说变成了空明的状态，你一片光明的时候，你不取光明相也叫如如不动。哎，再往后你说我变成空了，有一个无为法，我就变成虚空了。然后呢，你了知这个虚空也是个无为法的相，这个虚空也是个假相，这也叫如如不动。就说你不被这个相转，你不起不下一个定义，就是说这个像虚空一样的相是个空性或者是个非空性，你不起这个定义也叫如如不动。就说越往后这个不动，如如不动的概念越深，就说刚开始相对于你的散乱而建立的，是吧？因为你们现在修行还刚开始，还是散乱跟攀缘的状态，就是比如坐在这儿，觉得念头很杂乱，然后呢，或者是想了一个念头，跟着又想第二个、第三个，没完没了的。相对于这个境界呢，如如不动，只是修专注修止力，如如不动修止或者力，然后慢慢就静下来了。静下来就是，然后你就破动静而想，破了动静而想就破，就是说一个定态，一个因为不上正的这叫有佛果位是没有状态的。最终是没有状态的，就算你进入一个像虚空一样的状态，所以你看很多人会批驳，就像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会说，哎，你说的很多东西，就是他觉得他进入一个空明的状态，或者是一个就是像虚空一样的状态，什么也没有，或者进入一个全身放光的状态，但这个其实不是，这还是一个他认知的一个假象。一个空性其实是四个空是没有分别的，这就是空性。你不能说你证到了你是个杯子这种状态，但是你会说我证到了一个光明镜，是吧？但是如果说你证到了光明镜是空性的话，那这个杯子怎么是空性呢？这个杯子显然不是光明镜，是吧？怎么会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呢？它这个只就是说其实进入一个无为法的状态，就是说有为法跟无为法的差别，就是说它只是证入了某一个境界而已，但这个境界已经有别于就是近似于空，近似于不着相，但是只是个善境界，所以他还没有从空性里边起用，甚至还没有了解空就是色，哎，他没有起用这个色空不二的，他没破完这个界别，所以如果不动，他根据你的修正状态，他有不同的理解，知道吧？啊，因为你们开始没讲这些事，没讲有为法无为法的差别，是因为你们现在还。刚开始都在散乱之中，所以每天讲就是止力，讲止力，讲专注力，讲定力，其实讲的就是最初的一些东西，就没讲空即是生命。但是我们也涉猎到了七大本如来藏妙中，就七大变一切处，这已经是空即是生的境界，在空性里起一切法，就是空性里起法相的境界，就是空性不是虚无的，不是什么也没有，是包含一切。那包含一切。问题是空性包含一切，连垃圾连地狱连恶也包含嘛，它包含一切，就连恶连恶法连地狱连垃圾都包含。但是你修正的时候，这是个概念，是吧？修正的时候你能平等性无分别性进入，但是不代表你一直垃圾成道啊，对吧？是不是？你说这垃圾也是空性，恶法也是空性，但是你一直恶法跟垃圾不能成佛，你很难的哦，是不是？是不是不是这样的哦？这是鉴定啊，鉴定清清楚楚。你鉴定越远越，但是鉴定上刚开始，因为刚开始修正，为什么我们会逐渐的一定要静下来不动？是因为我们乱动，所以不动。如果是个石头在修正，假如是个石头能成道的话，因为这个石头是个无情众生，所以不能成道。因为佛都是有情众生嘛。如果一个石头，佛要度它，先要让它动起来，你知道吧？其实你要有情变成有情，你要有想，你有想才能成道。你要闻思嘛，闻思佛法，你都连闻思都，你连闻思的智慧都没有，你是个石头，你就没有听闻佛法的机会。为什么要听闻佛法？你不是又这个闻思意识体，是吧？因为石头它要是想成道，它可能先得动，佛法是让你先升起意识动起来。但因为我们是有情众生，因为我们情欲太重了。情缘啊，欲望啊，喜气永无止境，太重了，而且很自我，就是和我们很自我，就是我们无法，因为障碍我们成佛的角度就是我们的个人的小我，因为我们是个人小我，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因为它有局限性，就是它的见闻觉知是很局限在三维的，所以它不圆满，所以
经常让我们自己把自己困在这，我们的心是没有空的，可以自由的翱翔，但是我们认为自己是这个肉体，认为自己是个小我，见闻觉知，认为自己见闻觉知的是个，因为见闻觉知的是有局限性的，但心是无限的，这个障碍就导致我们这种矛盾导致我们觉得不自在嘛，就老是觉得有限，心有余力不足，那么所以我们要打破这种局限性，你必须打破自我，因为自我就是最大的障碍嘛，自我就是个局限性，六根的局限，所以要打破这个，佛才说，才因为你要打破所有的佛法都是为了打破这个才说的，所有的方法的法门都是一些方便法，就是因为你要打破这个自我，所以你适合哪种法门他就讲哪种法门，大乘佛法后期有中观跟唯瑜伽行派两派嘛，瑜伽行派是弥勒菩萨讲，就像瑜伽师地论啊这些，弥勒菩萨讲，弥勒菩萨把宇宙万法分成了660多法，就是宇宙万法它给你涵盖在一起，因为宇宙万法太多了，是吧？但是我们人每天你在三维角度才能见到多少法？你就是每天早上天亮了天明，你见到的人事物很少，就算你一生活100年，你都见闻觉知很有局限性。那弥勒菩萨呢，把宇宙的万法，就是宇宙涵盖着银河系啊，什么太阳系，整个涵盖起来的法，他给归纳到六百六十多法。你们看《瑜伽师地论》就是。然后呢，那个释迦菩萨，就是释迦菩萨呢，又把660多法归纳到100法，叫500白法嘛。将来你们听《楞严经》的时候，我会讲白法明门论透视讲，就是5位白法里边归纳到100法，为你好用。为你学起来，为什么要建立这些名相？就是说，这个名相很麻烦的，600多法，为什么不像《金刚经》说一切法虚妄，一刀子砍了，是吧？一切法虚妄，你头脑中有个一切法就算了，为什么还要数出来一切法是什么？知道吧？因为一切法虚妄，你头脑的人力的见闻觉知是很有局限性的，你这个一切法只是个概念，你根本不知道一切法是什么，你就觉得你不着相了吗？你连。所以佛法，你看《白法明门论》里边简单的100法，我们从100法来学，它都分为有为法跟无为法两种。有为法，那弥勒菩萨建立法相的时候，他就是建立在中观毕竟一切毕竟空的思想上，再建立了法相。法相就是我们见闻觉知到一切，但是他在佛的正直界，就是一切相毕竟空，然后上边又输出了法相。既然一切相毕竟空，为什么我要再建立法相呢？因为众生在证的过程一定是证入某一个法相，比如你证入一个境界就是法相，比如有为法无为法，有为法里边它有心啊，心所有法，心不相应行法，这种种他跟你说清楚，只是说你这一念里边包含3界6道的东西，就是我们人力是不知道的，比如说你动一念，你觉得你是当前见闻觉知让你动到一个念头，但为什么同样看见这个杯子，我们三个人动的念头不一样呢？因为我们都是人嘛，为什么不一样？找的都一样，为什么我们的意识会出现差别相？因为经历的不一样，是吧？所以你看见这个就很讨厌，他看见这个就很喜欢，是不是？为什么我会出现这种差别相？是因为他在弥勒菩萨在讲的时候，他说你这里他建立了意识、莫那识、阿赖耶识，他把前60耶尔毗舍生。眼耳鼻舌身意，他这要是讲法，并不是说我们头脑里边装着这三个是这么多识，他是说我们在一念之间是怎么启用因果的，就是你比如你眼耳鼻舌身意，眼识耳识别识认知了这个东西啊，白色的圆的还是个茶杯等等，一启用，经过莫那识、阿赖耶识呢是第八识呢，它就像个库房储存着，它的比喻说啊，它储存了我们生生世世的信息。就说你生生世世的善业恶业所有的一切信息像种子一样储存在阿赖耶识里面，但这些种子是不发芽的，它无缘无故怎么能在这一世发芽呢？是吧？因为它毕竟发生在过去，怎么能在这一世现行呢？就是成为一个果呢，果报呢？它是怎么过来的？它中间加了个莫那识，它是这样讲，就是有个莫那识呢，这个莫那识把那个种子，我们前六识一动，哎，见闻觉知到一切的时候一动，有个莫那识就像个桥梁一样，从那个种子就像一块石头投到水里了，那个莫那识荡起了水纹，这个水波呢就现形了，就现形成一个水波，这个水波就是现形成一个果报了。莫那识就像一个桥梁一样，把种子跟这一世的果链接在一起了。这种说法只是一种说法，
他这样讲的目的是让你明白，你的一念之间包括三世，你的一念之间现起，你的每一念头现起不是无缘无故现起的，不是这一刻你说看这个苹果你就喜欢，你以为你就是如此，你只为这是自然出生，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喜欢苹果，他就是喜欢梨，是吧？但是你喜欢苹果是有原因的，你喜欢梨也是有原因的，是吧？是因为你一念之间包含了你的三世因果，你的生生世世的因果在那里边信息在那起作用的。他这样说就是在阐述这个因果。佛学建立名相的目的是让大家了解实相，但是他这个是解释现象的，就是说你的一念之间为什么要这样子建立名相，就是说因为众生不知道自己的无明在哪里，你知道？你说无明，我无明在哪里啊？我不喜欢苹果，这是无明吗？我喜欢梨，这是无明吗？但是你不知道，你这个不喜欢背后隐藏了一个很庞大的系统。为什么你不喜欢？你从家庭的教育、老师的教育，从你从小的经历，还有你生生世世的习气，你生生世世就是个习气，就可能就不喜欢，就决定了你。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一个庞大的在后边的系统，众生不知道。你的无明，你知道这回事？你知道你的一念里边包含三千大千世界吗？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们无明啊，所以才叫无明。你知道是这些东西，当弥勒菩萨在建立法相的时候，在释迦牟尼佛毕竟空的视角建立法相，建立起法相，以这个系统作为，就是形成了瑜伽行派嘛。当时大乘佛法分出来，但是在毕竟的见地上还是佛学中观正解，就是缘起性空的思想嘛。所以弥勒菩萨一开始他在说这些的，说不管把宇宙法相收纳在660多法里边，但是一切法毕竟无我。但金刚经就是直接破相，一切相虚妄，一切相虚妄，你何必数啊？就说这个桌子一切相虚妄，直接就一刀切了嘛。所以不用数苹果啊、梨啊、橘子啊、香蕉啊，为什么要数出来？数出来的目的是你一定会介入某一个相，你在修正的过程一定是从此相到彼相，就算你从一个散乱你会进入个清净，也是从苹果到梨的状态。散乱毕竟空，清净毕竟空。你如果不了解这些实证的话， 你永远在修色即是空，而不是修色空不二，知道吗？你不是两面同时修，知道吗？这些其实所有的都是为了成道，所有的佛法都是为了你正果而设立的，没有说怎么对怎么错。但是你要是，但是有些法你要是弄错了，你对你的正果障碍很大的，就会有障碍，知道吗？如果说一切法毕竟空，金刚经说一切法毕竟空，那真的是垃圾狗屎，所有的一切法都是佛法。但是你会每天看着一堆垃圾成佛吗？看着狗屎成佛吗？这不可能的，是吧？你的看佛法缘起性空的思想，你的听闻佛学正直戒，这些概念鉴定，如果你想成佛，而不是只是在这世上修个禅定，去说我就是修个定，四禅八定九次地定啊，九次地定阿罗汉有九次地定啊，都没有成佛，知道吗？四禅八定登地菩萨，这都是路上的玩具啊，这都是这个。但是你要修成的是无上正等正觉啊，真的是突破宇宙的一切时空啊，所有的相都破尽的。而我们是不知道宇宙有什么的，你能破了多少呢？你连六道连其他三道你都看不见四道，你只看见人道，你破完人道你成佛了吗？你人道而且你还见闻觉知的就那点东西，然后你还着相，是吧？那还你都，所以你看《楞严经》里边，释迦牟尼佛在讲法的时候，讲戒律所在讲的时候，带着阿难去了天道，他是通过借助他的威神，让阿难用天眼去看宇宙的一切相，是吧？因为他说他为什么要带着阿难上天道讲法呢？就是让他去看天道的东西，因为天眼的视野广阔，因为人道的视野说。人道实在太小了，方寸之地，你的见闻觉知只有方寸之地，所以我们都没办法打比喻，你知道吗？因为你见闻觉知太少，佛讲个比喻都讲不出来。所以你看他跟弟子经常恒河来恒河去的，恒河沙恒河沙，因为弟子没见过。我们现在的众生见过，能够理解场啊、波啊、能量啊、信息啊这些概念，因为当讲出来大家就有个想象，文字像嘛，能听懂。就像释迦牟尼佛当年给弟子，你这些词语都没有啊，讲个数量的恒河沙，大恒河的沙，因为弟子最熟悉的就是恒河，
就是名校而已。